面点师不会告诉你的饺子的花样包法。第一种，妈妈我饿了，好累，妈去给你煲。第二种，妈妈我渴了，好累，妈去给你烧水喝。妈妈我冷了，刚做的棉袄穿上。第三种，我是妈妈的小棉袄，妈妈的心窝窝。第四种，现在我长大了，妈妈也老了，我要给第五种最好的，妈是我的心窝窝，给她买点吃，再给她买点喝，有空常回家。第六种，陪她唠唠嗑，做人儿女不忘父母的养育恩，乌鸦反哺我们。第七种，妈妈我饿了，妈妈我渴了，做人儿女是世界上没学会的点赞收藏，以后想学的时候边看边学。妈妈